哇，小朋友，你们要去哪里哦？我要去大山找你小哥。快点！哎，德学。我要跟外星人学。外星人咩？我要跟我让你不到嘛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来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来讲。我们的山猪叫做 Boya， 我们的山羊叫做 Mizzy。 教你，我们来，我们的山猪叫芭比虎蛋，你看我们这里什么都有，有波扬蜜，跟外星人呢？不可能有外星人，你今天在乱讲。真的啦，我哥哥上次来采水果的时候啊，他就遇到外星人呢。 真的啦！我还跟外星人踢足球嘞，他还请我吃外星泡面呢，真的是 yummy！ Oh my god！ 山好玩，海好玩，我也等你来。你来吃一口，我们泡面。好啊。好奇怪哦，你们的泡面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因为我们是外星人啊。Oh my god！